我跟你讲啊，很多人讲我吃东西的时候很好看，可是我没有吃东西的时候也一样好看。来，你们有谁试过这个 Mr. Dub 的韩国辣鸡面？听说很辣的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。这个才是主题，这个是如果你要稍微辣，这个是七星的辣，当然是要 try 这个啦。煮韩国面，来给少了 cheese， 来盖一下。吃韩国辣鸡面，那你可以少了鸡。这刚才我自己煮的，不相信也是要相信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偷吃。我们先来试看这个面。嗯，还好。嗯，不错，这个它很香。这个是韩国鸡，加了一个 soy sauce flavor 的。这个是马来西亚沙爹啊，嗯，好吃好吃，这要介绍。哇，这个面真的越吃越辣。
喜欢看我吃的朋友记得给我个 like。